经取穴取穴，食指指尖向上，低指节横纹放在腕横纹拇指侧的凹陷处，指尖下就是。按住左侧穴位，按揉20次。3、2、1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。调畅肺气，解除手腕疲劳，预防改善咳嗽、咽喉疼痛、手腕疼痛、痉挛。18、19、20，换右侧穴位，按揉20次。1、2、3、4、5。调畅肺气，解除手腕疲劳，预防改善咳嗽、咽喉疼痛、手腕疼痛、痉挛。18、19、20。